漫步》逢星期一至五六点至八点，主持啤李林康正，同你分析时事，狂追猛打。Ken Ten 就話遲啲變澳門俾外勞搶咗，本地人冇嘢做，咁呢個都似乎係㗎，已經係啦。係啊，咁但係有陣時我都係咁諗咯，你要咁你要去做先得㗎，真係未夠窮啊香港啊！你話咁我點做啊？喂，冇得諗㗎啦，佢個目的都係咁，佢個目的就係咁。嗱，呢個就係大家要諗下自己安心立命之處。你唔諗做，我係就係屌你老母，我就係屌你俾萬八萬嘅啫，揸車揸十二個鐘。嗯，屌你老母，你做唔做？你唔諗做啊嘛，唔夠皮啊嘛，嘥咩啊嘛，唔請我。喂，好你有冇中位數老人院護理14,900？喂，我真難以想像咯。喂，呢啲工你俾我，我都係屌你咁34,900啊，29,900啊，差唔多。因為真係厭惡性啊，唔係講笑噶。OK， 屌佢咁，你咪唔做，你唔做佢咪大條道，你咪請人。嗯，呢、這個就係大家要點樣考慮自己安心立命咯。目的就係、是、老實講啊，就係、是、要水向低流，冇得傾嘅。你一日個地價人工。咁近嘅地方，喂，仲要話佢有權喎，最慘喎係咁樣喎、嗯，你熬底喎，佢一定留喺嗰邊嘅，冇得傾嘅，啊，好啦，你諗下有啲譬如啲税制啊，各樣嘢啊，譬如話，唔係我哋揀啲好嘅嘢，一定即係我哋講係咁講啊，啊，我哋有啲好嘅產品，一定有個好嘅市場嘅，我哋唔優講係咁講，我都係咁講噶。但係你估上面除咗經濟發展，佢揾唔揾到好嘅產品咧？其實就係你信唔信，或者係你願唔願意幫襯佢？可能有啲人願意，喂，呢、這個港牌喎，我係要撐佢嘅。有人，但係嗰啲有啲人夠唔夠咧？咁慢慢咪冇咯。你要夠先得㗎，夠唔夠撐起？即係好簡單，屌你咁講啊叻啫嘛！我唔係話乜嘢啦，我都話撐香港電影㗎。屌你咁，你有冇去睇戲？唔係咯，有冇入戲院？我都話撐，屌你有冇撐年青人？屌你咪有冇去買演唱會飛啊？嗯，係嘛？屌你老味，咁你唔夠撐嘅，冇得講喎。你而家其實都係㗎。跟住翻上去揾食又俾人屌。係啊，真係慘。喂，好撚慘啊！你好似我都係啦，譬如話，喂，我堅持我要賣好啲，即係唔好話 exclusive 費獨家啦，好啲嘅產品一定有市場。但係其實好似我咁樣堅持啊，都有㗎嘛。你唔能夠話佢淨係。香港大陸有冇啊？都會有啊嘛，係嘛？你問題你個地方唔同咗、嗯啊、以前我喺度買嘢，譬如咁講，如果啊真係唔好嘅，我要抵制你啊，甚至乎即係講衰啲，既然當然好小事啦，開喺法律度去求到個救濟去唱衰你，有媒體幫手，咁我咪放心好多咯消費。嗯、哇！而家屌你咁，你就算唱，一係靠 Facebook 咯，啊！好啦，講下方力申泳會呢單嘢。嗱，今次咧，嗱，我唔知道最後會點。咁我亦都冇咁叻，我見到啲人咧就已經透視話阿雲水話點解方力申夠膽喺呢個時候去發聲，即係佢係即係嗰啲 Facebook friend。咁我冇批場睇錢啦，唔知道有咩獨特嘅見解啦。我就唔需要諗到，我覺得就唔需要諗到咁刁轉嘅，如果夾硬要諗到咁刁轉咧，你睇下泳會嘅反應，譬如霍啟剛反應好迅速，話覺得泳會要回應、嗯、，OK？ 譬如呢、這個立法會議員啊，新民黨嘅何敬康 ，OK？ 就已經約見咗泳總，話仲要到極速獲得回應，下個禮拜就見面咯喎，嚇、啊、就泳總方力申同埋阿何敬康議員、嗯、，OK？ 咁如果你話從呢啲咁快嘅跡象咧，我哋估啦，係嘛？咁係咪有人想搞鳩泳總咧？係咪有人想搞鳩啊黃敏超啊超哥咧？甚至哦搞鳩咧？但係咧，我唔認為有咁高咯。即係無論想搞佢嘅人啊，定係點樣？喂，你就算啦，你話要搞佢，你都做咗閪嘢先俾人搞啊！係啊，佢都未乜閪，呢個唔算閪嘢嚟㗎，對佢哋嚟講。OK， 咁佢亦都好過癮喎，阿超哥，我屌你老母！呢啲人有時咧，所以話咧，嗱，你話方力申係一時二分又好乜都好，我唔去推斷啊，唔需要下咁陰謀論嘅。我亦都唔覺得咧，以我認識嘅方力申咧，佢係咁有計算。佢我諗係因為真係唔腳，覺得咁樣解釋點解咧？夠我，因為如果佢計算咧，佢根本就唔需要去啊 endorse 超哥嘅，有計算就係啊，係咪啊？周正明佢一個戇鳩人咯。咁老實講，
佢出到咁多年咧，其實咧，即係除咗嗰單嘢之外，嗱，我又冇乜睇點睇佢戲嘅。你都大概覺得佢係一個都幾率直嘅人嚟嘅，去到 OK 好啦。你老母喺呢個咩黃敏超？由呢單嘢一二月嘅時候，阿方力申琴日個公開信話啊嘛，就不斷聯絡秘書處同埋聯，甚至乎私人電信啊，黃敏超，但係就已讀不回啊。諗蘇你啊！已讀不回啊！我屌你老母！昨天霍啟剛說完要正視這個指控，跟著這個新聞黨何敬康呢就要求他屌你老母狗，喂，嗱嗱聲要見面，就是商討九歲泳手參賽安排和制度檢討，屌你老母是下星期 next week 下星期見面、嗯、屌你老母，你馬超哥你就拿來剪，你就又要見，但是呢我覺得呢我們都不要這樣的，喂，我真的想呢阿霍啟剛，你又被人屌足一世，其實我們這樣屌阿霍啟剛很不公道，你 一個人的出身他沒得選擇，雖然他的樣子很怪，屌你老母閪眼睛就不知道怎樣，那他帥過他老爸，最少那個頭髮不是這樣，是不是呢？我真的想說是不是呢，你說他老爸的頭髮就比較奇怪一點，他的樣子都溝到朱玲玲了，那我們不關事成就啊，但是你說霍震霆的樣子是不是差呢，問心一句普通男人樣子嘛，其實霍震霆，你想想如果他不肯是這樣古靈精怪的頭髮，就普通男人一個咯，不算肉酸了、嗯、即是漂不漂亮後話啦，是吧、嗯啊、那他也都沒什麼價值，真的我可以即是、證實，因為那時候在 SOGO 做事，我在銅鑼灣做事，我撞見他，他們行街或者在樓下吃東西、啊、那些不下真的一百幾十次，他們可能是即是香港人在那裡出入啦、嗯，喂，他真的完全沒有東西，喂，點頭的、嗯啊、真的完全沒有東西，我又見不到什麼保鏢，不過那時候是一個即過去的、時代啦，現在你看看沒有保鏢夠膽出街，即是個治安都不同的啦，好啦、我不知道他會做到多少事情、啊、但是呢他最奇怪就是我到現在都不明白為什麼這個即體育界、啊、港協、啊、暨奧委會呢，屌你唔係佢，真係咪你姓霍嘅包嚟做咧？點解我係唔明呢樣嘢嘅？喂，其他人唔同我哋爭嘅咩？真係足準又係喎，佢係咯？點解咧？一個大佬，一個細佬，唔係你話俾我聽，你如果而家啊，原來佢哋每年仲再跌緊幾千萬出嚟嘅，咁我又明啊，即刻算啦，咁人哋肯跌錢，我又唔覺啊。咁佢點解咁撚巴閉咧？個佢做嘢有咩特別叻啊？係啦，係啦，點解你個咁撚巴閉？即係人咪有咩魅力啦？啊，我真係唔知咯。咩特別呢？你有見過做到乜撚嘢？我做過乜撚嘢出嚟啊？係嘛？好啦，嗱呢單嘢咧，嗱我覺得你問我咧，就方力申咧激於二份公開信。好啦，然後咧佢一睇，佢我嗱，因為佢實在其位啦，咁我覺得佢亦都係啊會覺得呢個係好抽水機會嚟嘅，啲人係好而家啲人係好叻玩呢啲嘅，於是乎佢好高個反應嚇。啊咦，泳總，你要正視指控喎，妥善處理事件喎，因為點解咧？啊，嗱，佢呢個禮拜會約見泳總高層啦。啊，啲泳總高層咧，屌你咁人哋投訴可以唔撚你。啊，呢啲咁啊，即刻呢個禮拜添喎，又嗰個就下個禮拜。權貴係啊，同你講嘢，佢即刻咪復你咯。呢個就呢個禮拜啊。嗱，老實講，你問我係咩咧？我諗佢亦都覺得佢食得住啦，即係食得住黃敏超，食得住泳總啊。即係呢啲咁嘅古惑仔咧，出嚟撈嘢咧，佢一定係計撚曬先嘅。如果佢咁撚快反應啊，屌食得住嘅，咪出去搞下咯。咁啊，港協係你阿頭嚟啊嘛。佢話咁屌你，但係啊，雖然話你係港協阿頭啫，但係如果呢個黃敏超唔係黃敏超，而係更一個更龐然巨物嘅，佢哋未必夠姜啊呢啲咁樣。黃敏超其實江兩嘅咁多年，佢又唔使卸啊，博佢光喎真係。好難講。他最尾佢榮總派咩人出嚟？老難講，有錢啊嘛。嗱，其實咧，佢兩黃敏啊，即係黃氏昆仲啊，佢哋就真係老愛國啦。我哋咁講，臭串㗎，你好撚串。你有陣時有啲唔關榮，我記得嗰年有一年由杜海榮啊，嗰時你都未上，佢嗰陣時唔係黃敏超㗎，黃敏光嘅應該做咩啊？好撚污糟啊，點樣啊？啲人喺度投訴啊，點樣啊？佢都發撚曬爛渣嘅，直情係串嗰只嚟㗎，呢個撚樣 OK。好啦，咁啊，霍啟剛話每個體育總會咧處理運動員出賽有獨立嘅處理方案。嗱，呢個佢即係我都同意啊。但係必須以運動員嘅利益作為依歸，咁好簡單咯。其實我哋唔需要好理會呢啲嘢㗎，就係點解咯？
譬如我覺得呢一個咩一龍榮會啊，即係阿方力申嗰個，喂，好就你哋啦，咁唔好計咯，唔使計啦，誒，唔好影響你哋資源啦。屌你都唔得，參賽都唔得，啊，好啦，咁啊，何敬康新民黨啊，佢去信黃敏德，希望提出三個問題，誒，榮總去答覆嘅。咁啊，呢個亦都安排咗啲三方會面啦，下禮拜啊，包括何敬康榮總代表，榮總代表。不一定是黃敏超和方力申。第一 ,OK, 榮總說建議將拒絕九歲小榮收的個案交由專責小組處理，這個是他最初今年一、二月答方力申的，但是呢跟著就沒有下文，然後再問他那趕不趕得切十一月那個什麼，我都答不清楚你的 ,OK, 他問榮總，那你們究竟有沒有開過會討論啊，趕不趕得切十一月錦標賽前作出決定啊？第二，就在過去五年榮總舉辦的公開賽入邊，受屬會級別限制的參賽榮手有幾多人？榮總有何處理方法？第三，事件可能揭示榮總的屬會入邊咧有改進空間喎，佢哋嗰啲屬會的數量和營運狀況是點樣啊？係咪好似外界所講的殭屍屬會啊？對於殭屍屬會又有何處理方案啊？嗱，即係咧。呢啲涉及即係唔係涉及政治嘅嘢咧？你又見到你哋問啲問題質素係咪高好多啊？何敬康之前都追住舉重嚟抽閪啊，佢哋咬啊，係啊係啊係啊。雖然其嗰個咩即係軍人錢我就咬唔到佢，咬到佢嗰啲咩調轉規旗啊。嗱，但係我就覺得好唔抵，我就覺得好唔抵嘅。嗱，嗰個係抽閪嚟嘅，唔使首先唔使講，但係。喂，一單還一單喎、啊！屌你老母調轉區旗有乜咁大不了啊？係咯，反而軍人錢大撚鑊嗰啲，屌你老母你又冇嘢喎！係咯，即係撲街咯！屌你老母你調轉區旗，喂講唔係講漏一句中國香港啊？咩、其他國家就賴撚嘅嘢喎，真係奇撚怪啦 ！OK， 好啦，咁啊，另外咧，佢又提問馬逢國喎、哦，話呢、這個立法會民政及文化體育事務委員會主席啊，你真係馬逢國，你唔好以為咁撚得閒啊！喂，最死追佢，不過你都唔會噶啦，何敬康佢話：喂，康文署下嘅出租泳池租俾泳總旗下屬會嘅泳線分佈同埋百分比係如何 ？OK， 點樣去將啲泳線分配俾各泳會嘅準則？過去五年有冇接過泳線租用分配不公嘅情況？有幾多宗？跟進工作係乜嘢？哇！你真係諗住喺度拗賓州啊？馬逢國啊，唔該你啊，屌你老母閪！喂，呢啲啊即刻要去康文署嗰度交數據。喂，我真係而家最慘，我冇咗李志明嗰啲。你慢慢去跟佢啄咧，我話同你講啦，分分鐘啊！屌你老母，呢啲係康文署轄下泳，即係嗰啲泳池同啲泳會有好大嘅勾連。隨時人哋都冇呢啲數據添啊！哇，咁啊大撚鑊啦！如果冇呢啲數據，佢應該要有嘅喎。係啊，應該要有嘅喎。成日都冇啊嘛！屌你老母閪，或者唔見得人咪冇咯。係嘛？屌你老味閪，咁撚緊張啲資源，哦，即係講嚟講，咁你大概就我成日都係講嚟講去咧，呢個世界上 money 嘅啫，一個字。多隻香爐，多隻鬼啊！嘥撚氣。OK， 好啦，哇！呢度嘢仲離譜，呢單嘢咧真係好撚離譜。所以香港你話成事知道，屌你老母係誰知道？其實香港特區政府真係好撚多錢揾。我喺呢我又唔方便同大家講，我身邊識有啲朋友咧。正是因為咁樣都可以領到屌你老母閪幾千萬身家，喺短短三幾年之間，點解咧？攞政府分定，好撚容易攞，好撚蠢啊 ！OK， 咁當然啦，唔係個個攞到嘅，你起碼要扮下狗先啦，係嘛？邊有咁撚蠢？一年六日，由今日開始啊！一個武林聖武嘉年華，大家知唔知道有個咁嘅 event 先？我諗真係冇幾多人知道啊！今年咧，雜誌社。雜誌社我唔知道大家知唔知咧，當係網媒 whatever 啦，揭發獲得文化藝術發展基金用1468萬公帑資助嘅武林聖武嘉年華活動潛在有利益衝突，有乜嘢事？點解有利益衝突啊？因為盛事基金嘅副主席陳李海倫就係呢個武林聖武嘉年華嘅主辦單位之一。嘅唐雅藝術科技有限公司嘅榮譽顧問，簡單啲講，呢、這、一個今日開始一年六日嘅武林聖武嘉年華嘅主辦單位，其中一個咧就叫唐雅藝術科技有限公司。唐雅藝術咧個老闆就係唐雅，佢呢個榮譽顧問咧
就叫陳李愛倫，而陳李愛倫呢就竟然是文化藝術基金的副主席。哦，私相授受。那你說這一單呢就好像我們之前講深深那單咯，深深那單就是中環深深那單、嗯、老實說你真的屌你老母，你 ICAC 去了哪裡啊？你特區啊，超哥你是不是發癲，屌你老母睡了在毛林還玩熊貓啊？喂你這些事怎麼搞，肉想酸到好了。嗱，今年三月揭發啦，事隔三四個月啦，今日一連六日喺尖沙咀活動文化中心舉行嘅呢一個武林聖母嘉年華開幕禮完結之後咧，記者就向唐雅藝科創辦人唐雅同埋佢哋嘅榮譽顧問陳李愛倫，因為呢兩個人都係涉嫌，特別係陳李愛倫啦，佢係涉嫌係喺即係佢係呢個城市發展基金咩嚟噶嘛嘅副主席啊嘛，就問喂會唔會有利益衝突啊？就俾現場公關同埋身高180厘米嘅女保安攔截，女保安仲捉住記者嘅手腕，用上身遮擋，唔俾記者接近提問。記者只得大聲追問，但係兩位並冇回應，就進入咗另一會場。抽穿啦！好啦，嗱，記者今年二月採訪喺唐亞科唐亞藝科位於觀塘辦公室嘅時候咧，佢哋就話負責人唔喺單位。最後他們只能夠聯絡到唐雅藝科的公司秘書，對方會話代向唐雅查詢的。而另一方面，記者在今年二月都透過文化藝術盛事委員會的秘書處向陳李愛倫，因為是盛事基金的副主席嘛，就事件的回應，但報道刊出至今四個月仲未得到兩人的答覆，不撚刮你 OK 好了。他又去文藝女文體旅局，即是楊用紅的單位問了，文體旅局就說文化藝術委員會所有委員之前呢深深那單事都是這樣回應的，他們包括政府主席和其他委員都一定需要和嚴格按既定機制在審批過去所有的項目的時候作出利益申報甚或避席。那接著問他，咦，那陳李愛倫有沒有避席啊？文體旅局就話，因為基金會的會議並沒有公開，所以你們沒有相關的資料，不能知扮不知。老實說，上次你記不記得呢、深深那件事呢好像訪問過、電影圈那個叫什麼，好了好笑啊，田雞不是田雞，另外一個說呢據我所知我剛剛不在這裡、現在要申報了、洪祖航是吧、洪祖航好像升了定邊個？佢話佢要申報，一定要申報。咁究竟佢哋有冇申報？我啱啱又唔喺度。係，即係嗰次係咁樣啊嘛。因為點解咧？嗱，老實講，如果你避咗席，其他委員又唔知道你就係嗰個單嘢嘅嘢，咁我就可以 assume 佢未必有咩利益衝突。但係如果你申報 ，OK， 即使你避咗席，啲人知道咦？屌你老母單日正咯喎，其實都可能會稱先咗。梗係會啦，大家自己優一自己人先。所以根本其實呢啲規矩已經係非常之鬆，應該嘅就係你不得涉及任何批予嘅款項，你直情唔係秘籍啊，係唔應該做委員啊，莫講話主席副主席，係嘛？呢個最公道嘅。你話喂，如果咁樣好難揾到人嚟做喎，喂，咁你定咗一個咁嘅規矩，咁你都唔該真係要跟足佢申報啊，係嘛？結果你有冇申報？你話有嘅，拎出嚟我有申報啊，咪得咯。屌你唔撚報，冇嘢嘅喎，冇俾人拉喎，照搞，照攞錢。屌你咁仲可以揾保安捉撚住記者嘅手，屌乜撚嘢新聞自由啊，特首！屌你乜你嚇搞到咁撚樣嘅？喂，你中聯辦，喂係咪要做嘢啊？講我辦。哇！呢班飲質乜撚嘢人嚟㗎？喂，肥撚到咁撚樣，咩水魚？呢、這個香港唔係城市之都係水魚之都啊！執唔少啲炸友。屌你老母！喂，呢啲咁嘅愛咩國啫？擦下兩雙鞋，屌你老母閪！跟住又去攞基金攞分咯。擦鞋都未見。喂，千幾萬呢？千幾萬同你講係代撚曬。我哋先講下。好啦，睇下我哋一陣睇下政府以1468萬公帑資助嘅活動，究竟咩活動咧？今日打響頭炮嘅開幕禮，今朝喺文化中心露天舉行，當其時温度已經係達到33度。喂，烈日當空，一眾嘉賓同埋香港教育工作者。黃楚標中學的學生出席
開幕典禮，又係黃楚標。OK，黃楚標中學啊，屌你媽！你真係你唔諗讀得嘅呢間嘢，至少有份嘅。啲學生好撚大鑊啊，係咪？好啦，嘉賓全部有安排椅子，但係現場二百幾個學生咧，就淨係企喺露天廣場嘅樓梯度睇觀看開幕禮。學生同埋老師透露，呢個係校方要求全校必定要到場嘅活動。啊、同學喺現場舉住雨傘，有啲同學咧熱到要連退熱貼，要用風扇散熱。有啲同學咧已經係不適咧扶俾其他同學扶咗去陰涼嘅地方。喂，你咁樣三十幾度朝頭早，你知而家啲咩天氣嚟咧？黃楚標出嚟唔讀得人，真係唔讀得嘅呢間。OK， 好啦，屌你個餐餐都有份喎。係咯，政務司司長卓永興、處理文體局長劉霞、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副特派員方建明到場出任主禮嘉賓。關外交部撚事啊？真唔撚知嗱，所以咪係咯，你一陣就知啦。行政長官李家超冇現身，錄咗影片嚟啊支持。李家超話：嘉年華將武術同埋舞蹈結合，係下半年嘅焦點盛事之一，可向市民呈現中華文化嘅魅力。屌你老母1468萬，整啲武術同舞蹈嘅結合，佢如果唔係呢單嘢爆出嚟，根本我唔會講呢單新聞，我唔撚知啊，何來盛事啊？係要單單你呢個爆醜聞，然後你話人哋唱衰你 ，OK？ 二查詢到而家，喂，就算啊，你佢唔答覆你啊，正常嚟講啊，你廉記啊，或者你文體局啊，楊容紅你要介入啦，你要話講我哋盛事基金嚟，屌你喂！副主席陳太，嗱而家有啲投訴咧，就話你咧可能涉及利益關注關咩咩喎，即係關於呢個咩武術。喂，我諗咁樣就睇嚟唔好睇喎，你搞清楚喎，你退出唔好做喎，係啦，顧問先啦，遲啲先。你有冇去做嘢咧？你問喺個，而家呢個係我哋香港人係立緊，屌你有冇高税？是比緊高地價仍然高啊！對比世界，因為我哋16.7啊嘛，要不計不住16.7年啊嘛，排第一㗎，買個市中心500隻單位，然後享受緊呢啲屌你咁九流世界嘅服務，係九流世界，衰過馬來西亞就唔係一流㗎啦，暫時最多都係三流嘅啫，二流尾啦，或者屌你諗緊我哋享受九流世界嘅服務，好啦，活動單位唐雅藝科創辦人啊唐雅支持就話活動有3000個。在香港、大陸、澳門和海外的表演者由4歲到96歲都有，他希望可以藉著運動講好中國故事，講好香港故事，這些就是屌你講來講去，看著你說要說好中國故事嘛，就propose這些東西出來咯，就賺食咯。好了，彰顯文化自信，除了兩個人支持之外，開場節目還有廣為宣傳的1000人武術操，由中小學生集體打武術。不過我在文化中心廣場入邊睇到表演的只係得50-60人。主辦單位解釋，佢話因為活動連續3日，加3日加埋起嚟咧就會有1000人啦。我屌你老母，即係取巧呢啲。嗱，我就當你取巧。哦，你老母。你今日60幾人，我俾個70你。嗯。我屌你老母，點解同後日你兩日你加唔撚到？屌你老母903人嚟啊！仆街！屌你老母，我衰撚到啊！另外。咦，除了呢個武術表演，仲有中國華服秀喎、啊！哇，又係嗰啲啊！嚇、啊，又將穿上精品華服嘅模特兒展示呢個中國華服喎、啊！又著啲戲服周圍走啊！另外，武林聖武嘉年華仲搭建咗中國有一條功夫街，掛上個紅底泥王字嘅紅底泥王字，香港武林嘅牌匾。OK， 咁啊，亦都有唔同嘅功夫表演，不同流派。我屌你老母！即係功夫嘢，我冇嘢講啊！睇相㗎啦，我哋九龍公園。喂，屌你咯！我有個李小龍，大個架一個假撚店啦，代表啲功夫。睇相，我哋嗱，你我同你打個嚟。哇！唔好露底喎、啊。你左邊嗰條女，左邊啊，澤繼嗰個，唐毅，系右邊個咧，陳李愛明。屌你老味，中間咧嗱，呢個衰樣，屌你老味。中聯辦呢一個應該就係外交部方建明。哇！你真係你睇下你嗰啲咩露顏皮色，你睇下露顏皮色，著埋個旗袍，屌你老母嚟揾食，為咗1000多萬，屌你老母揾個啤你好撚過啦！不過呢條友做官咁耐，可能都未試過咁醜嘅佢嘅女陪笑陪錯。又未必好醜，不過咁老咯。係咯。喂，又咁講，屌你老味，後面都幾好啲。佢哋我好官我自為之啦，佢自己。其實佢都好浪鳩啊！喂，什麼官啫佢？唔係咯，外交部關撚事咩？佢什麼底份？屌你所有嘢就係你自己，屌你擺低曬自己香港。喂，
好再去。嗱，你睇下，屌你阿媽卓永興啊！你阿馬逢國喎、啊，馬逢國啊，係啊，屌你老尾閪，即係喂呢、這個。應該另外一個嗰、那個最近我哋鏡頭嗰、那個唔知係咪留下啦？唉、哎，我都唔敢知啊，是撚蛋啦啊！嗱、啊，呢、這、一個咧，唐毅啊個名咧，你都可以估到係咩嚟㗎啦？睇下啲樣啲北方人啦、啊，嚟咁咩藝科發展，屌你白白淨冚家產再去，屌你老母！千人武術表演，功夫秀，哇！似係嗰啲學生咧，俾老師逼你出嚟，屌你老母！表演嗰啲喎，1,468,000，下一張。嗱呢啲啊，呢啲人做埋報警版嘅，生存時都冇錢收啦，梗係冇錢收啦。呢啲做埋報，喂分分鐘要俾60蚊，屌你老母乜撚嘢費添啊！啊，真係陰公喎！屌你，佢老實講，佢唔代曬，要搭下台嗰啲嘢嘅，跟住咧又可以做邊做下宣傳咧，跟住又攞住嗰個 profile 啊，嚟搞嗰啲咩千人啊或愛國啊，好撚多嘢搞㗎啦呢啲。屌呢啲叫千人，搞咩武術學校啊、武讀學校啊咁樣㗎啦。兩千個千啊！要當然啦，再去。你睇呢啲嚟，呢啲係黃楚標啊！唉，真陰鳩公！屌你老母！阿梅梅梅，佢最好笑咧，啲同學仔啊問佢哋啊，話咧佢老母，你俾我哋寧願翻，我哋寧願翻去上堂。你有一樣嘢係令到細路仔寧願翻學校上堂嘅，你話幾撚簡幾真唔簡單 ？OK， 好翻嚟。咁啊，另外講埋呢一單啦，拉咗人㗎啦，沙田虐貓狂徒係嘛？咁啊，好好笑啦，有條友喺呢一個屋苑平台，我唔知係邊個屋苑平台啦，好運中心啊，真係好運中心。我好人中心而家裝修咗都好撚多嘢食嘅而家 ，OK， 咁啊突然間見到只貓慘叫喎，聽見只貓慘叫，擰住面一睇，見到條撚樣撳撚住只貓，個貓肚又向上，準備咧扭佢啲手同埋扭佢個頭，跟住就走埋喝佢條友繼續扭，到佢走到埋佢身邊嘅時候咧，條友見到勢色不對就閃咗啦，啊，咁似乎咧佢係想扭斷佢個頭。同埋扭斷啲手腳，因為佢話埋到身嘅時候，聽到啲男人喃喃自語，話佢咩搞到我流血。屌一隻貓啫嘛，最多咪找親你，仆街！嗱，其實咧，即係呢樣嘢咧，我哋有排講嘅。不過咧，我哋啱係時間嘅關係，就唔講咁撚耐啦。講真，呢啲一定係心理變態啦。你一例老實講，假若有隻貓，啲貓唔撚會無撚端端歪你嘅。講真、啊、如果無撚端端歪你咧，你都係你自己睇個閪樣啊。好啦。如果你搞鳩佢搲你就天公地道，就算佢搲你，你最多話我當你極度唔撚鋸，啲撚嘢咪打追打只貓咯，只貓都會走噶嘛。所謂你打真係揈佢兩嘢嗰啲咁樣啊。喂，我就好撚少聽見有人會撳撚住只貓，屌你老，準備扭佢個頭咯，扭斷佢個頭咯，屌你老味閪！呢啲咁嘅撚樣咧，嗱而家拉咗人㗎啦，老實講冇得走嘅，係嘛？話説我今朝咧，我冇打電話入嚟，我今朝啊，我喺土瓜灣間茶餐廳食嘢先嚟緊曬譜啊。入到去咧，我呢間茶餐有兩隻貓，兩隻嗰啲金毛貓。我不嬲都識佢，真係知佢有兩隻貓。咁我坐喺度，嗰兩隻貓平時喺台底啊嘛，佢坐喺幾個台面喎。屌我冇台喎，跟住我坐落去，我喂要行撚開啦。佢望一望我，繼續坐喺度喎。屌你老母！跟住我就捉佢條頸。佢好長啊，大佬。係啊，我捉佢條頸，嗰嚿肉啊，哇！佢就想發圍啦，又係好撚唔老禮噶嘛，咁大隻貓，一竇起佢冇辦法啦，連嗰嚿肉就落咗去。跟住咧，我整乾淨張台咧，佢下面係咁啊。圍住我嘅腳啊！屌你係咁幾多唔強，後屘 L 我，即係話我做乜撚嘢？應該拗鳩你啦要。佢唔夠姜嘅人啲，佢同啲因為點解咧？佢同啲客玩慣啊！嗯。屌你老母好撚大隻人先攤兩隻攤喺門口啊！好撚抵死噶！咁如果住嘅住喺土瓜灣啲人有兩隻貓嘅茶餐廳，可能有啲人估到邊間㗎啦。休息一陣。